华硕24号要办尾牙，市场关注今年的展望。那么3月初呢，华硕要来举行 Zenfone 2的千人体验会，台湾将会是首卖的国家，渴望再度掀起抢购风潮。法人指出，华硕今年第一季受惠于手机还有笔电热销，淡季不淡，年增率渴望超过10%以上。